艺术讲你白目就对啦。你猫瞳，大人，我先请教你，猫瞳是没把那个猫的眼睛给挖出来，那个叫猫瞳。在胸部呢。那你为什么走过去，声音要忽然间因为我还要带一点呻吟的声音。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挑剔？自带效果。好啦，你想干嘛？你那几只？大人，你先够，你来干嘛？哎，那哪去？大姐，大姐，他想要干嘛？我想来买一点东西。卖给，看，我刚刚有阴毛。卖给。我怎么骑到哪里都会被你抓到？抓到，抓到。柯晨，那你今天来干嘛？我想来。你今天要不要冲啊？装一点东西，五百家，对，卖假啊！你到底车是有啥问题啦？大灯啊，大灯什么？大灯的近距离是黑的。哦，就是说你是说那个近距离这边的扩散度是不够的，对，不够跟的地方。简单来说是夜盲是吧？对哦。哦，你后来你夜盲啊，所以你需要整洁的灯的地方，所以你就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看到那天我们抽奖。是有抽一颗那个你在那里看很久了，我好羡慕。你是不是？对，是想要装那个东西。是，安尼哦，啊，无恁来问娜姐好啊，看讲灯光不足要安怎处理？这个娜姐，你即马讲伊灯光不足，前面的光辉不足啦吼，他需要一点多一点白光，伊夜盲啊，我懂啊。他需要光明灯。哎，对，点光明灯，对哦，对，行天光，行天光，好，对啊。等你个翕拍，咱先来去。为啥伊在公园顶面上？我讲我想到一件代志啊，半年来弄三届，对吧？该哭嘞。所以前面要亮一点。哎，对，对不对？让人家注意到我的存在。啊，眼睛不好，前面也是要亮一点。对哦。所以前面亮一点跟年纪有没有关系？有，哎有。哦，没有关系。没关系，怎么会有？好，没有关系。怎么会有关系？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嘿呀，笑脸。你意思讲你白目就对啦。你讲。哈哈哈！我感觉就是安尼啦。你讲诶。不，没有关系。我多只是讲伊爱光明灯。哦，光明灯。对。啊，你有叫光明灯通点？你只该点两盏。哈哈哈！只该点两趴就对啦。对。什么物件？来，这个一样。记得我们那天有抽奖嘛？对，直播嘛？对。嘿，那抽奖这个东西是我们台湾的商品。嗯。哦，那刚我记得我们抽奖那天有说一个什么猫瞳那个。对。猫瞳，大人，我先请教一下，猫瞳是没把那个猫的眼睛给挖出来，那个叫猫瞳。在胸部呢。哈哈，小看你破了。哦。不过它的造型哈，我们看一下它的。就有点像猫瞳，对不对？对。用它的一个简单的原理来让。猫瞳。OK。等一下，你为什么走过去，声音要忽然间因为我还要带一点呻吟的声音。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挑剔？自带效果。好了，这个是它的造型。说到它的造型，你都没有想到人家看的会不会不舒服？啊，好了，我给加雕，你看，但是我没干。哦，就是这样子就对了。对，它其实主要是这一颗里面有没有？它设计的方式就好像。我们刚刚讲到猫咪的眼睛的一个模式，对，哦，很像猫咪的眼睛呐，对，所以它才叫做猫瞳。哎，对，它其实是这样绕出来的，对。那这个我们那天有绕过，其实很有印象，怎么丢都不会坏。哎，对。他说就是要装这个就对了啦。对，那这个的话，我们会把它简称为就是。辅助灯啊！哦，辅助灯啊，就是最主要是扩散的，对，白色的，让它。那以它现在这台车的话，我们就会以大概就是前叉的位置为主。哦。好，以它这一台车的话，就会装在前叉的位置。那有保杆的可以装在保杆。哦，保险杆上面。哦，对，然后这几辆重的保险。比如说像有一些ADV 的车种啦，或者是一些越野车型的啦，或者是某些车款它是有保杆的，它也可以装在。
保杆上面。好，那像它这一台，因为它没有保杆，嗯，对，它就会以前叉为主。哦，对，那装这里跟装保杆，哎，有没有差异？有，当然有差异。调整了，它在高度。哎，除了高度以外，它的震动。除了震动以外，嗯，亮度。亮度我觉得还好，我觉得它扩散度。我们每次跟娜姐拍片都好痛苦，她都会说娜姐哪里不同，然后或者还是一直脑补，然后到最后还是错。你讲完公答案啦？有啦，哎呀，你这不能每次都你考我嘛，对不对？嘿，这个差在哪边？像我们装在前叉，增加千五，增加三千倍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，来。我们装这里，跟装在保杆不一样的地方，装在这边，我们车头它动，它是跟着动，它装在这里的时候它是固定的，它是跟着车身在动，差异性是差在这里。那有些客人他不想要跟着车身动，他想要跟着轮胎动，对，因为你骑车的时候轮胎一定是先动，车身才跟着动。如果是尤其是慢速的时候，那更明显。山区的时候，对，所以有些客人他就会想要装在前叉。哦，了解。OK， 好，所以装保杆跟装前叉的差异，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差最多。哦，有差异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差是差最多。那你说保杆会比较高，会比较低？其实上，只要你安装，不管是这一组或哪一组，不要去让对向来的车觉得说很刺眼，那就好了。其实我觉得都是 OK 的。你要带我去哪里？我们往布平走。你要带我去哪里？去喝咖啡。给我看看。我没有，我们那边有写。我专心，重新安装，请至贵宾室休息等候。我专心，你放心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对。Do you remember how you held me then? Now you got me reaching out.Got me falling in more times than I can get out. Down in the deep of my mind, I call for you and you're always in time. Down in the deep of my mind, how long do I got to keep you, to keep you? Down in the deep of my mind, I call for you and you're always in time.现在调整的高度刚好在近灯高一点点，近灯高一点，所以我们一般打远灯的时候，近灯是不是就会变成就比较暗一点？对，没错。那我们现在打远灯，那近灯还是保持原来的亮度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你远灯还是照远，可是你近灯不会因为这样子暗掉。好，那基本上我们是先这样用。那你如果说有需要再调整高低的话，差一点点直接用手扳，就好扳就对了，因为它是 spring washer， 所以不会因为你扳它就松掉，除非说差很多。好，好，关掉。好，你平常低那个什么开近灯的时候不够亮，打开它就是变成你的附近会变亮。好，然后它是跟着电门的，所以关掉。
你如果忘记关它，关掉它是会跟着关掉，不用怕说哦，我这边忘记关，然后继续亮亮。对对对对，好，然后没有破坏你的线组，啊，好，完全没有火线，没有去破坏它原厂原来原厂的线组。好好好，好，然后比较高温的地方都会套隔热管。好好好好，所以基本上。那就这样子，关掉。对对对，那、啊、你在使用这样子会比较好。好好好。但是有需要的时候，朋友不要就关掉，哎，要往下压就这样。好好好，不用不用把手放好哦 ，OK， 好，好，那我先关掉。Times and I can't get out, out. Down in the deep of my mind, I call for you and you're always inside. Down in the deep of my mind, how long do I got to keep you, to keep you? 我可以请新哥帮我装一个在安全帽上面吗？我都你都装在这里是不是？嘿，对哦。哎、欸，我也我买一条那个光明灯，有大粒，有做大粒。就这样放在上面。探照灯的哦。嘿，对哦。你当作安尼三宝都无去啊，同款有啦。爱去的地球村吃三宝饭，加价挂啦。哎无，我今晚来买一条来给你吃啦。可以。哦，可以哦，我就知，伊免钱的人嘛好。笑想那个三宝饭很久。